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ball 嘅激进红啊！咁首先咧就讲一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咧大部分人应该都唔太知道究竟系咩一回事啦。上一集嘅冰砌我啊，或者系草嗰个嘅终极吸收点解会咁快啦？咁有一个观众就话咧，终极吸收系改咗呢一个叫做先制嘅技能，咁呢一个都有可能嘅，同埋嗰个嘅气化防守变咗攻击伤害嘅技能，都几黐线啊！即系呢一个系一个。完全不熟悉、不知道的技能，未知的技能啊，系啊，因为我不太知道呢个系咩技能嚟啊嘛。OK， 咁啊，呢、這个任务我就加咗速，但系其实都已经冇乜用啦，加速可能加特工会好啲。我哋可以试下去加特工，其实 OK 得唔得咧？谂下先，应该都有机会得嘅。啊，改佢性格，加特工，减攻，好，呢度试一试嗰个效果先。都真系好难打下，佢竟然出咗啲不知名嘅技能。好，诶、欸，躲咗佢用咗十万马力喎呢度，佢唔系用吉剑舞喎，佢系根据我嗰个数值嚟打，但我都唔打唔死佢，唔系话咁差呢度。战锤龙先，打唔死我 ，OK 唔紧要，呢度用冰砌我仲用冻。乾燥。如果呢度唔够快嘅话，咁就证实咗嗰只企鹅咧就系、是、终极吸收就系先制啦。咁佢冰砌鹅个速度就应该系都系130几嘅。OK， 呢度唔要瞬间失忆。跟住我哋要走啊呢一弯，呢度换做烂泥，跟住用呢一个嘅污泥炸弹啦，对面换重换做奇异花。咁呢个换种换奇异花嘅话，我哋可以用嘅系定身法，睇下佢中唔中到呢一个催眠，中到咁都好危险啊！中到嘅话，我哋就冇得搞噃。定身法，污泥炸弹，好，同埋佢用大地之翼咧，系撞咗自己技能，因为佢清扫场地，地熟啊，应该系减伤嘅。呢、這个时候我哋可以带炎舞王或者大狼犬。带大狼犬啦，大狼犬先。呢度用虚张声势，对面催眠粉，我哋要快啲醒。哎，仲得呢度可以，如果佢打到自己就有机会赢嘅。冇，咁可惜啊。咁呢下终于吸收佢，咪又系仙仔，咁啊好屈机奇异花。呢度我哋换只炎舞王或者冰砌我，冰砌我。呢度用冻风，系啊，快过去嘅，咁即系话速度线嚟讲咧。就真係变咗130几速，而且嗰招吸收真係变咗先制。我速度混乱，我哋再用冻风啊，继续催眠粉唔紧要啊，乌泥炸弹，我哋用炎舞王中喷射火焰 ，OK 得啦，打唔死竟然，咁啊冲能啦，啊系、啊，因为佢而家係加攻减得攻，系 ，Oh my god， 唔紧要啊，应该都打得死嘅呢招。好，咁啊，君主蛇喷射火焰，寄生种子避咗，赢啦，赢啦，赢啦，终于喷射火焰，烈焰风暴，仲有一只，呢只就系、是、呢只就系拥有先制终极吸收嘅大菊花啊，同埋有招气化防守，咁呢度直接用喷射火焰，应该烧一半到噶啦，啊，差唔多三分一，气化防守。咁呢个气化防守咗之后，应该都系佢快啲啫嘛，系佢快啲终极吸收 ，OK， 终于赢啦各位，系啦，改一改特性，改一改性格赢到啦，炎舞王，好辛苦啊，打呢多，彩虹徽章可以令你喺战斗之外使用怪力，终极吸收，系咪真系，系咪真系佢先制啊？我想试下、啊，试一试咯，你不如，我有冇重色先，我有冇重色学呢招？有烂泥色壳，我哋可以或者我有个办法，呢度抌走只，抌走只，抌走只烂，诶，抌走只冰砌我先。OK， 呢度赢到啦，终于，好高兴，终于赢到，咁样就可以测试到佢呢一招系变咗先制啦。OK， 依家出去啦。正常嚟讲咧，好多重都快得过呢一只嘅灰尘散。
好，呢、這个时候咧就求其揾啲虫，呢只一定快得过啦佢。清除龙毛，咁呢一度就已经唔系仙制咯。咁唔通系佢只虫入仙制永远？咁即系表示佢嗰只虫咧系永远有加一嘅仙制度，系咪咁嘅意思？因为我呢一度试过就唔可以仙制嘅呢招技，啊，终极吸收嘛，就系佢嗰招咯，唔通系佢嗰招有仙制？都有呢个可能性，唔出奇啊，都有呢个可能性啊，系啦，但系我哋唔深究住啊呢度，精神力有结实，但系加特工减防，依家佢个攻击仲要系哇好低喎，呢只 OK 呢只 OK， 用呢只。带只真男人出嚟升呢好过啦，唔用嗰只冰嗰只啦，离火箭兵团远啲。系咪有攞个眼镜啊？依家喺边度拎眼镜？呢度黄色碎片啊！你想换比卡超？对应嘅蛋啊，张茶，十二分重要嘅研究员有冇化石？呢个咧用化石换碎片，冇咩特别。呢度点样过啊？咦，开咗啦，开咗咯！呢个火箭兵团开咗啦 ，OK。蓝石峰呢啲就应该唔难打啦，依家又去落咗地啊！奥世龟啦，啊唔好，只用呢只弹跳啊，原来唔系掘地啊，中咗麻痹。做咗麻痹真系最烦嘅一个嘅状态嚟，我觉得。好，呢、這个时候咧就落去火箭兵团嗰个嘅基地啊，呢度火箭兵团基地落到最底先。我记得好似系落到最底之后开始剧情。呢度啊嘛，逐个打啦，追打。哇，41 level， 虽然都系我高啲啊，但系。都可以用嚟升呢嘅 TM 21呢度系应该就呢度啦吓，呢度过去落去，再过呢度 ，OK， 跟住再行多转呢度过去，呢度落去 ，OK， 岩石峰又中毒，唔好啦啩大佬，哦死咗仲好直接，大狼犬咬碎。哇！呢只咬碎啦，继续得黑色眼镜哦，属性技能加成 PP 单保全单行全保呢、這个电梯嘅锁匙，哎呀冇记呢只系妖精系乌泥炸弹，乌泥炸弹喺、地面技用咗哦，电梯条锁匙。佢都好白痴，佢特登话俾你听咧，唔小心跌咗呢个电梯嘅锁匙。攞锁匙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上翻去上一层度去揾呢一个嘅地方打啦，都系咬啊，继续咬，冇乜技，咩冇乜血，好细龟啊，重搭又中毒，佢咁多只虫有中毒技嘅，唔系话。唔紧要啊，但系我哋仲有技能，啊、快防唔要，快防呢招技能真系好少可会用到。其实如果你用到快速防守呢啲技能咧，你应该都会好兴奋，我觉得，因为可以成功挡到对方一招嘅全体攻击啊，群体攻击。啊，先呢个系咁样，之后咁样，之后咁样，咁样得啦，系啦呢度，哇喺律鼠啊！毒佢，融化系加防系嘛？系咪加防？好似系加防，但系冇啦，唔要啦。需唔需要咧？要啦，唔要啦，唔要唔要唔要。呢只要恶技火技，冲能，滚动，厉害双弱。咦？呢度冇乜嘢打啫，又弹跳啊！继续啦！哎，又麻痹，麻鬼烦，律鼠啊，又中毒啊！吓，炎武王嘅劈啊，烧
听下，搞掂。依家要翻去回血啦，因为冇血啦。板木应该唔会好难啊嘛，唔知板木有冇强化呢？如果有强化嘅话，应该都难打噶。咩 mega？ 佢有咩冲可以 mega？mega 代佢系咪有代龙？好似冇，唔记得佢有咩技能？有咩重先啱？唔系咩技能？岩石风保护，继续啊！紧咬不放。呢度，哇！喺羊仔换火冲，火滚动，开错技，唔应该开呢招，应该换银色皇冠啊！银色皇冠可以增加，即系将其中一趟嘅精灵个体值升爆。好，揾到电梯啦！电梯之后就应该系打板木啦。我如果冇记错嘅话 ，B4F。啊 ，BCF 有新嘢拎，特工增强剂呢度啊，四副先，因为好难打。OK， 蓝色福，哇，水流喷射有料到啊，冲达呢只啊，紧咬不放，得，呢做呢个，咬碎呢只。炎武王打击鬼有咩技啊？二连踢啊！空手劈剑尾，空手劈啊！我劈咁少，劈下，劈下。近身拳击啊！呢啲先睇得，即系呢啲先有用啊嘛，大佬。近身拳击，正有近身拳击就玩晒啦。好，呢、這个时候 save 先，我想试下板木佢有冇加 level。哇，佢呢个板木咁嘅样嘅咩？头先必须承认咧，对你嚟讲都好惊讶。火之兵团咧，世界各地咧收集精灵，佢哋咧系我哋咧犯罪事业咧持续落去一个重要工具，而我就系佢哋嘅老大板木。你嘅嚣张咧到此为止，你将会承受到成个世界嘅痛苦。呢、這个咁似某个动漫嘅一个嘅对白嘅首领尼多王47、45咧，咁应该唔难打啦，我谂咬碎大地之力会即刻输咗住。佢拍地面系或者冰水嗰啲样 ，Oh no！ 睇嚟要输喺度真系，哇！成队都快过我，佢一隻快过我成队系。OK， 佢一下一隻打死晒我成队啦，唔紧要啊，我未回血啫，回咗血就赢噶啦我。嚟啦各位，依家就嚟到地下嗰层，我哋先睇下打击鬼有咩技。有报仇剑尾劈牙，佢大地之力啊！佢有咩有啲咩技可以俾佢学啊？应该有地震俾佢学噶。如果冇地震，重踏应该都得噶。重踏应该学到啦，系啦，重踏学到俾佢学重踏，唔要劈牙，报仇都可以抌走啦。呢招水技应该冇学到啦，叫啦挑拨中嘅吸收掘洞劈牙，岩石风。小偷急速折返，得替换增强拳。好嚟啦，我喺呢度用打击鬼嘅重弹降一降对手速度先。哇，喺呢一度呢度得翻最后一啖气，跟住用近身拳击。哇，都快过我，犀利喎！我几多速啊？85速，咁呢只应该快过。可以啦，得系佢真系有代龙咁，呢度一定有 mega， 佢一定有 mega 喺度。岩石风先啦，真系有 mega 佢。飞牛增强拳，搞错用啲咁嘅技能玩晒啦你。来多次岩石风，跟住一定要一下打爆佢。用咗战锤龙先，战锤龙用岩石风。得收走，哇！用啲咁嘅重啊你，哇！呢只冇水技好难打，我仲要用特攻技，超铁超甲狂势，超铁暴龙，急冻拳，啊！我有特攻技，哇！唔系话唔痛喎，特攻技。
直冲住 ，Oh no！ 玩完，哇，整啲咁嘅嘢出嚟嘅，虚张声势，哇，好劲喎成队，打击鬼要升一升先掂喎，仲有啲咩技能赢到佢咧？唔知，佢又冇得回血喎呢度，即系冇得食药，冇得用药脂训练加固。我先试多几次试一试先，究竟系点样可以打赢咧？我都唔知道。重踏啊，重踏唔得啦。呢度我哋用布世龟嘅背后印，打唔中，95啊嘛头先，系啊95啊呢招技能，95打唔中真系想喊。呢度重踏咗其实应该走喎，哇两滴血佢。换边只好咧？但系好似冇咩边只系可以送死嘅。大狼犬佢呢度用重大地之力啊！大狼犬咯，一系就烂泥咯，烂泥咯，烂泥都唔够佢快。布世龟配合人，跟住望一望啦。呢只我哋要走一走。定还是用咗岩石封一下先啊！呢度我哋直接换做战锤龙，再用岩石封，唔够佢快。打击鬼，跟住用近身拳击，但系都唔够佢快，一定要岩封咗佢两次先得。对打唔中，试多几次先，应该可以打赢嘅，我觉得。重踏，跟住又换重。换只烂泥，泥巴炸弹呢度用暴细龟配合人，跟住呢个时候就直接可以换重，其实都可以，直接可以换重。呢度用岩石封，再岩石封，大山压顶。呢个时候咧就一级速降咗一级，呢度再用重踏啦，再用重踏，费事岩石封唔中啊，重踏。我呢度快过佢，跟住换重换大狼犬，跟住呢度用打击鬼用近身拳击，吓、啊、可以打死啦。呢、這个乌鸦头队用飞行技，都未必够快，佢一定快过我噶，系啦。特惨唔系话有啲咩技能啊你？啊，好啦。咁今集就又去呢度试啦，因为唔够打，要升呢，将只打击鬼拎去升呢，同埋学多招，学多招叫做嗰招叫咩技啊？有招叫做双倍凤凰，双倍凤凰就应该打赢佢啦，但系就依家未有啦，好可惜地，可能要可学先得。哦，原来呢度可以入去 ，OK， 咁得啦，下次可以入去。在这个一楼度入去了。好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